很简单呀、啊，打冬储存现在应该来说不冷吧？那不是，就里面穿了个棉毛纱衣，外面穿了个很薄的一个类似于睡衣。好的好的，我到河源联系我。你是成都的呀？成都好地方呀。啊，涛哥建筑学很漂亮。暴兵也很给力。包括打红铜还可以，你比较喜欢在家里运营那种，兵刷得快，确实也蛮适合打红铜。嗯，如果跟人家打那个多线打节奏，你就可能打得没那么好。像打那个 EVE 一样。不是，我喜欢打 Big， 你知道吗 ？Big 有操作的空间啊，还有一些战术的空间呀、啊，还有一些那个就是运营上也有，而且种族之间的那个偏差没有像红图这么大。那炮哥来跟大家互动一下，差不多我们就准备休息了呀。好好好，那我那个什么，今天有收到飞机啊，而且收到了很多那个办卡。办卡哈，一个最多是15连机，我靠，真的是。惊天地泣鬼神。嗯，点餐不用点，我这个放微波炉里热一下就好了。之前点了两个盖饭，吃了一个留了一个，一会儿热一个接着吃。今天主要是感谢一样一天天，好像是45连机的办卡，还有那个宝贝熊的飞机啊。嗯，今天炮哥打、哎、肯定是我来说肯定是，说到飞机要少一些，肯定是没有之前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说肯定是没有之前打的那个打和说的那么精彩。嗯，但是也是换换口味嘛。比如说我在打炮哥解说，你想问我问题，那就我就很难回答，因为我在打。妈的，小怪螺旋给我这号弄的分太高了，上来就出几行，好尴尬呀。没有我，哎呦，我其实真觉得就是太卡了，就完全发挥不出来，什么都不是，什么节奏感都没有那种就。而且边打边说是这样的，刚开始不习惯嘛。我边打边说，我也忙不过来。哎，就是我一卡就特别影响心情。今天有收到飞机啊？嗯。坐火箭不吃夜宵不行，饭是要吃的。哎，你吃夜宵一般吃什么？我记得以前我通宵就吃泡面晚上。嗯，我今天凌晨做个梦啊，不是做梦，被蚊子叮醒了，然后起来之后就。吃泡面，吃完泡面之后，一帮人在那吃鸡呢，跟他们一块儿打了早上吃鸡，然后打到中午了，他们都睡觉，啊不是，他们都不吃了，我回睡觉。耳机戴的耳朵都有点疼。感谢林肯的两个办卡呀，今天是。谢谢林肯的主播。那个520也是好像天天送，都已经看到无数次了啊 ，M249 也是。哎呀，小事，都是很熟悉的 ID。哎，我的语音这，喂，你现在在说句话？我吗？不能把耳机拔了，直接切成功放了，可惜。还得戴耳机听。是啊，把腾讯弄好了，我们可以再多换个花言。嗯，对，到时候看你第一视角，然后。这样他们就不知道我打的问题在哪了，然后就发现我憋半天啊！感谢，这个应该怎么拼啊？哇 ，Asfield F Weekend 的飞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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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Deep Dark Fantasy， 哎，好像。先炮哥去搞吃的去，炮哥也累了，今天就不打了。然后等炮哥把腾讯搞好了，我们就可以。最好这样子是最好。炮哥也累了，今天就不打了。每天可能不到12点钟，然后
等炮哥把腾讯搞好了，我们就可以。到时候我要打的话，我就开一下直播，然后这再可以来看，我觉得比较满意了，就可以那个可以开始练战术。大的问题就是那个后期200人口那一波的一个对抗，那怎么拖之类的。对，你这没炮哥打我来说，但是还是我打炮哥说肯定更好，甚至于把另外一个点起来，三个地方爆兵，就是乱矿牛。对对对，我那四块，哎，然后炮哥是怎么想参加比赛统治中国新境吗？我就是想打个练到一个差不多的样子，我又得打出点样子来才。对得起我这个最近光输不打一直不太好，到时候改了这么多剑玩起来，那我以前就光说也不用打，所以这个就疏于练习，现在想找找感觉。对，不然的话你这个行走江湖是吧，人家说哼太阿比特，你这没阿比特的话你要拖就只能两个地方爆兵啊。就多一个出兵点，或者是啊，我说这事儿，这个菜逼他妈的都不防守，瑞士空，哎，然后，华哥是怎么想参加比赛统治中国新境吗？没有啊，我这个就疏于练习，现在想，这么差，空投也不发，也不会杀了，这他妈的就是2800，是吧？对，我为什么就只有2000？对，对，这是一个问题，所以闪电变成农民。是吧？对，我为什么就只有2000？加油！哇，顺利的话，明天再录比赛。行行，你这个 flag 立的，要先攒。感觉今天还是蛮欢乐的。嗯，对，不过打的盘数还是少，今天没有，还没有让我有一种。那种畅快的跟人家打了一个有来有回的火箭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顺利的话明天再录比赛。行行，你这个 flag 立的，要先攒红图。哎呦，其实我来挺久的呀，感觉今天还是蛮欢乐的。嗯，对，不过打的盘数还是少，今天没有。还没科技的水友给你一个什么更好的一个建议？嗯。然后我就跟炮哥准备去搞，应该是后天吧，后天可能会是一个比赛，可能是80档。行吧，那再说吧。然后就要表演一下什么叫做红土，我不是给大家表演，我就给炮哥表演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红土。啥？就像搞这个软件这个什么黑。行，那行，一个人拆三家。好，所以我要做你的对手试一下，就把直播给断了，大家关注。腾讯这个事情搞好了，